耶、yeah ！全北台湾最好吃的葱油饼，老周葱油饼，一兼二顾。对，然后你来这里哦，他们这里的招牌就是原味。你这不无聊。他们这里的招牌是原味的，千万不要，只要加蛋啊，加什么的，好。老板很有钱呐、啊，不要给他赚太多。你要换饮料吗？我们鲜奶茶是纯母牛的鲜奶，不是纯人乳的呀、啊。母牛不是公牛，公牛那不叫鲜奶啊。不是孕妇的，一点。迄、那个母乳。你弄一个，你买。冰块买，当冰块买。你要温的还是冰的？冰冻，我想要冰冻。好、哦。冰的。要记得订买原味的哦。要不然等两位哈。为什么要买原味？这是因为原味好，没有任何食材的干扰。纯粹吃到这个老周，哦，葱油饼老板的手。这里这你到底是会晓袂？一撮芝麻拢给你背了了，你是？芝麻是人工的啦。芝麻是人工的，芝麻是人种的啦，不是人工的。原味的最好吃、哦、然后那个辣椒酱，眼前的整瓶给它挖下去。